看对面选一个雷欧娜，但应该还是可以打了。我不是太确定好不好打，但应该是可以打。我想一下要点什么，点这个好像比较好、欸、我觉得点红甲。不要，谢谢订阅，你看就有人订阅了。耶、yeah! 欸！我想一下要点骨甲还是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肯定是要点这个坚毅的，因为雷欧娜的关系嘛，我就不会点这个护盾增强。然后再来就是要不要帮人家补血，看起来是不用。再来应该是调节，我们应该是抗打，因为我们前排太弱了、啊、所以然后这个吧，钟表吧，我们第一件出石像鬼，因为需要坦装，然后攻速跟魔抗。或是全护甲也可以，全护甲好像好一点，对方物防太多了。然后再带一个，对面消耗还好，所以我们带 CDR 就可以了。或是带贷款，带贷款好了，我喜欢贷款。Nice。公司营运一样要做啊，我只是更累而已啦，还不是。下面的人赚太少，下来赚。公司营运还是要做啦，我他妈现在一个人要当两个人用。疫情啊、哦，疫情一定有影响啊，全部。不止我们这一行吧，全部的行业都有影响。Miss Home， 谢谢订阅。哇，你看，师兄弟都回来了。疫情是全球经济都会影响的事情，不会只是单一面向的啦。现在如果真的有在赚钱的，或是因此而有赚钱的，后面也都会影响很大。你现在你知道有多少公司是放无薪假的吗？我们公司还没啦。但你知道有多少公司是放无薪假的？然后就等你无薪假就等于是什么？是你员工没有收入嘞，你没有钱，你要怎么花钱？你就跟我说你没有钱要怎么花钱？你他妈连订阅我都没有办法了，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带魔法的这个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好一点点，在面对这个状态的话，是吧？不是，有一些东西当然会因此而受益，而获得阶段式的提升。比如说像有人提到外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你要知道、哦，外送就算好，餐饮也没有因此而好。你看那么多的餐饮，我身边有好多的开零售的、开餐饮的，都已经收店了，就是都先关了，都先关了。这不是暂时的，我觉得你们这个会说暂时的对这个经济的影响太过乐观了，我可能相对悲观一点，这个很长，这件事情太长了。谢谢订阅、啊、我有一个朋友好像卖衣服的关了，开小就是餐饮简单的那种饮食的也关了，都撑不下去啊，没办法撑啊，这个都会影响的、啊。然后你说电商也会起来，对啊 ，PC Home， 我记得 PC Home 跟 Momo 好像都起来吧，但他们也直白说，后面也觉得有点危险了、啊。对啊，而且你看那个最近不是什么，军舰确诊，军舰嘛还是什么？对啊，反正确诊案例到哪里就要关，去哪间餐厅，哪间餐厅就要。自主隔离，餐厅自主隔离。你现在营业就算了。我是嗨嗨嗨，6,666,666,666。爱奥米加爱，爱奥米加爱，爱奥米加爱。你营业就算了，你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人有没有确诊。一确诊，麻烦隔离，对不对？啊、大家都想为了这波，没事没事。我跟你说，这波我们炸了。OK 的 ，OK 的，你没死。我希望啦，没办法，这波抢二没什么办法，而且
他在这波抢二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交闪，那就因为他想要把那一波 Q 吃掉，而且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的人生尽可能的帮助他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版本呢，最大的 buff 就是当你死了以后，你会更快的回来再送下一颗。你看这波兵他基本没掉，他掉两只而已。铜牌福音。胖胖安安。抱歉，这波就慢推吧，反正快推也进不去，他我们攻击力太低了。谢谢订阅。哎，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是慢一点，我连普攻都不帮你普攻了，你慢一点吧。兄弟，你死了。再远一点。帮你塞一个眼睛，我就要走了。可以啊，兄弟，再来下一个，我还有被动。3秒，2秒。哎，哥，你可不可以给个助攻啊？有，帮他推吧，帮他推吧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把呢 ，AD 呢，在十分钟内全是废物，不是他的问题，是这把游戏节奏现在就长这个样子。OK， 这不是他的错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的选择是什么？就是尽量不要跟这个 AD 走一起啊、一来我们让大部分的经验值给他，二来。如果真的碰撞起来呢，我跟你讲，绝对是没救的。不是啊，这也不是 AD 的问题啊，就是现在状况这样嘛，我们总是要调整一下嘛。我们现在有两个方向，要么出武术鞋，要么出正常的装。我这把想用正常的装去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武术在这个中野。的联动上滚不大起来。请问这波订阅会是丢水沟吗？冷宫好冷 ，Bible song。谢谢订阅。然后我们上路也是炸了，我们上路炸的有点惨，这个上路才是真的没救了。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、AD 还有一点救，因为 AD 毕竟是双人线，我还可以救他。这个真的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这把20头啊，不好意思，15头。点啊，你不吃吗？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，他不能对我怎么样的，好吧？没事。对吧？上路是15头了，我 AD 我还可以救这个 AD， 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帮他 hold 个线，他还吃得到兵。这个上路刚刚直接被换养，自主隔离，隔离到二塔了。主 Q， 哎、欸，别撞起来！我讲真的，我们可以，这波可以。雷欧娜第一波控制没打到，他真的是完蛋了！我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啊，其实没打起来好像也比较好。那个夜曲好像有点恶心，对，不过他才5等，现在还好，哎、欸，还行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在皮？你跟我说，你凭什么皮？我跟你讲，他刚刚的动作是什么？他会往后。我现在就是，勾你前面的人，勾到你交闪。哎、欸，你怎么？没事，夜曲来了。我先把他换掉，他在那皮。哎、欸，哥，点一下，我说你多点几下。凯特琳丢雷了。其实我觉得凯特琳点不死，但他可以背特一下，因为我们家中路在跑。啊！我操！吓死我！我们出魔抗，啊，水星呐、啊，其实出忍邪更好哎、欸，算了，都买了。这把出错了，应该出忍者了。
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刚刚是一换一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波还是很 OK 的。这个 AD 应该可以是个破口，你知道的。他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上路口跟破更大，我们上路已经口腔快扩烂了。哎，皮，我跟你讲，这波我们屌虐，希望是啦、啊。AD 死了，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屌虐，我是不知道我们四个怎么打输三个的。我终于知道了，他真的是在那皮。不是，这个艾克也玩得偏烂了、啊，偏浮夸了。他也是一个用大招打伤害的兄弟。不过刚刚好像也只能用大招挡上来，主要没有我们刚刚的那个主要输出死太快了，直接被集火。然后艾克这个时间点跟凯特琳这个时间点，基本上只比我有用10%吧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只能保，要保葛雷夫，葛雷夫现在是我们的爹。对，但我觉得这把谁是爹没有用了，我们现在是三线炸，只有葛雷夫有在玩。其实葛雷夫，主要上路炸太惨了，上路是真的天然崩，小丑好像也没上去，下路也是天然崩，小丑也没过来，不过崩一个。主要他凯特琳跟克里斯塔对位，好像你前面崩会更惨。这个角色，我估计他不是打 AD 的啦，跟我一样，不打 AD 呢，就会选这种看起来比较安全的角色，收比较长，但他要死了，你知道的，他还会一反，很难是打 AD 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想办法救你了，但你知道的，我努力了。可以吧，上路没什么用，哎 ，nice 哦，抓得漂亮哦。一波精美的反打啊，直接零换三，一换三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，没有讲说，好像上面那个一也没差，这一波是大节奏。不要说大节奏了，是我们的救命机会，唯一的救命机会。拿一个80块塔皮，再吃一个龙，很赚。上路这个塔迟早会掉的，就当做早就喷了的东西。其实我买错了，我怎么买了一个红宝石？将错就错，直接买一个燃烧宝石吧，然后再把一个布甲给买起来，再买一个职业。OK， 不胜唏嘘，你要死了！我的天，你这个操作跟我一样。他被塔打哥，我讲真的，就算他不配塔打，我们好像还是会赢。
我没按到惊人干。不过好像刚刚，你也没按到治愈。我刚刚想说，我按惊人，好像他也杀不死那个克里斯塔，他点不到他了。不是这个 AD 已经在送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，拜托你只要闪掉控制就好了。我知道你闪不掉。不是你只要闪掉雷欧娜的控制，这波不就赢了？AD 抓痒没有啊？他刚打雷欧娜一定抓痒啊！那个雷欧娜这样出，然后他又只有这个装，就算刚刚 AD 是正常发育，他打雷欧娜也是偏抓痒啊。是他要吃完雷欧娜控制之后过来点克里斯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要无视雷欧娜，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难的，因为他不会 AD， 他应该是不会的啦，他是不会 AD 的，非常明显啊，他那个刚刚那个反向一，那个反向一就跟 God V 是一样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对 啊不是啊，我觉得补位本来就没差，玩得烂正常啊，我补位我也很难玩得好啊，我有经验被他刷两刀了，没办法。不过他好像是已经刷到了，真的要追吗？真的要追吗？真的要追吗？兄弟，兄弟，你确定？那我就跟喽，我是信你们哦。他妈的，我真的信错人，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信你们。哥，你们他妈把小丑杀掉，我没助攻，我会哭。有，我讲真的有。不错不错，哎爹，没关系，我刚想说我们有养到爹。结果爹15了，不过没关系，爹这波也是收割到814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有机会的，不要那么绝望。我们这波还是有机会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对方有在 slogan， 就是他有在送，对方有在送，对方没有在 man 跟你玩节奏，跟你打，这个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没关系，像这个样子有没有？这个真的没关系，对，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对方是有在送的，所以我们都还有机会。这个凯瑟琳就算刚刚死掉都没差，那把那种对方很想赢，完全不送的，那我们就直接15投。这把还有机会，我们有爹，我们爹815，我们等一下保好爹的输出，基本无解。我跟你讲，对面小丑是没存在感的。谢谢订阅，对面小丑没有存在感的。你刚刚打到现在，你看到小丑了吗？我是没看到对面的，我只看到我们家两个。没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能打，还能打，至少还有大概25%的机会，有机会吧。而且你看这个艾克直接走钢索出叠书，没有这种才是对的。你还在那边出什么没有办法走钢索的装，没有办法搏一下的装，这就错的。你看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找我们的爹，这就错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会把我们爹保护的好好的。爹爹，火晶，我帮你们蹭一下时间，希望有。我帮你定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走了，我希望你不会死。他脚闪了，跌倒了，那也没办法，这波就是你把就是跌死的太快，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兵营应该是不会掉了，掉塔而已。我们应该守住这个兵营。他如果想皮点这个兵营，我跟你说，他要被惩罚的。你看对面这两个就是属于想赢的人，他们会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，那就没办法，他们就是比较厉害的。我们只能找那种没有很想赢看起来的。
我们 AD man AD 的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已经在帮他想借口了，我人很好的。我们等那个吧，这个，我们下一个再出那个刚刚这个骑士誓愿，其实现在也可以出了，其实现在要保爹好像要出骑士誓愿，但我还是想要多谈一下，我觉得对面太聪明了，你知道吗？对面那个雷欧娜是想赢的，所以他都会挑爹打，那我们自然而然爹死的速度就偏快。我们发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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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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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真的不要急，不要紧张。我们想办法假装做一点事，实际上在逛街。给爹拿吧，红 buff。他比较有用。你看这个贷款无敌，我们负债250，直接出石像鬼。我最喜欢这个装备了，借钱不用利息。对吧？应该不用利息吧？哎，你看，今天100订阅，后面天天开台，尽量开台，更正。其实我们这样子发育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我们现在呢，眼睛里面只能有爹，哦，你如果眼睛里面放进其他人，那你输了活该，真的。然后呢，在看爹的同时呢，爹死了。希望，我还叫他同伴。爹，我跟着你一起走了。不是，我浪费闪现，我烂。哎，对面有一个在送，有，你还有大吧？哎，艾克没大，哇，艾克打到分身，哇，输了。凯特琳怎么死的？那也没办法。哎，哎呦，快了快了 ，almost， 其实我好像刚出骑士誓愿比较对，出这个石像鬼。因为我们团打不起来，我们连三打二都不一定会赢的。好像要出那个骑士誓愿，哎呦，出事了！没事，爹没死，估计是下路死了。哎呀，兄弟，不会啦，辅助还是可以上分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。每个位置都可以上分，是辛不辛苦的问题。辅助只是比较 N， 你懂吗？你选辅助跟 AD 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天生属性比较 N， 有被虐倾向。你每个位置一定都可以上分。这个游戏如果都被设计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可能有不能上分的位置？别傻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游戏里面最难的一定是双人线，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你每一场配的双人线就不一样。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双排好上分？因为你旁边的双人线，你知道它长什么德性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它的极限在哪，你不会要求它出现一个faker的操作，或者是什么，现在 AD 谁比较屌啊？哦 ，Teddy 的操作，对不对？
你每一次进来，你只能看他 ID， 看他选凯特琳，然后呢，他的操作有可能是尬 JJ 或 Teddy， 你要掷硬币啊，有可能连这两个人水平都不到，对不对？上班。走，只有我只会往前，那也没办法。不会啊，这把结束了，这把我们的爹两次找机会都输了。哦，你说除了尬 JJ 跟 Teddy 以外，还有一个不能说的角色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游戏一定是双人线最难啊。双人线难不是操作，是你永远都要配合。你中路可以不跟打野配合，知道吗？你的上路也可以不跟打野配合，你的打野也可以不跟任何一条线配合。然后你的结局都有机会赢 game 啊、哦，但你的下路呢？当你戳出去的时候，如果旁边人不跟，当你 AD 在那边一打二的时候，你的 support 在那边滑 FB，对吧？欸，各位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们时间宝贵，大家的时间价值是一样的。你们真的觉得有机会赢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愿意再努力一把。我帮你一下，看你好像会被分身打死。下路吗？上路吗？看起来是上路，上路好像比较好取款。嗯，好，没事，单挑。没有啦，今天没有工伤啦。他妈谁在说工伤，就要订阅我。好久啦，谢谢订阅。这时候呢，干爹们将近六年的订阅就不会白费了，因为我回来了。嗯，队友离开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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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死。不会死，不会。你说订阅最久的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可能要看后台吧。之后会常开台吧。之后，我简单讲一下好了。之后应该是，我 YouTube channel 会做，然后，谢订阅，我直播、YouTube channel 会做，然后我直播也会开，对，这两个应该都会开，应该说，然后公司也会管了，但公司现在会有人帮我协助我管理，这倒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，至少我不会死掉，对，然后。YouTube 我还在想，但英雄联盟的我可以做，因为这个赛季的英雄联盟我觉得是好玩的。你看那个，现在还蛮多的实况组都有在做那个英雄联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英雄联盟的 content 内容我会做吧，然后分我也可以爬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大概这个礼拜都有在爬分。你看今天4月22嘛，我大概4月，你看4月19、20、21。而且我不是乱玩，对啊，我都是玩辅助位，除非补位啦，补位没办法，辅助位中路我只会匿名，所以我就玩匿名了。然后我就是按辅助，因为我不想玩 AD， 这个版本 AD 我觉得有一点难，而且有一点烂，对，必须说这个版本应该也是我看过数一数二烂的版本的 AD， 对。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 AD 我也看不大懂，像那个什么王大东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冲他小。所以我觉得玩辅助比较保险一点，对。
然后我现在胜差蛮糟的吧，我记得这个胜差蛮糟的，就不管了，大概赚三，看能不能加减排一下，增加一下游戏认知。然后 YouTube 的内容除了英雄联盟外的话，之后应该会做投资跟 poker 的内容吧。对，扑克一直都是我自己的兴趣，就是应该有人都知道，我扑克打得算蛮勤的，然后成绩应该也还行，对，没有到很强，但也没有到很糟糕，对。然后，但。